这个冥想引导来自网友 Selina 的投稿，取自一本书，名叫《想有钱就有钱》，作者是专门谈论潜意识和心想事成的专家约瑟夫·摩菲。因为是一本翻译的书，我将这个冥想引导稿的用词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。如果你对这本书有兴趣，可以在这个冥想引导下方找到书的购买连结去了解。也欢迎你投稿到心灵吧台，将你有兴趣的冥想引导的逐字稿，连同书籍封面和逐字稿截图投稿给我们，寄到我们信箱，那我们审阅通过之后，就有机会录制成冥想引导放在网络上。或者你自己有感觉，写下一个你觉得很棒的冥想引导词，也可以投稿给我们。现在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冥想引导练习。在待会我们会先带你有效地做全身的放松。当你全身放松进入到某个深入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会带着你一起念肯定句。而这个肯定句我们会重复2到3遍，让它进入到你的潜意识里。现在请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坐着，做一个深呼吸，深深的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，请你闭上眼睛，让你的全身放松。请你再做一个深呼吸，深深的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，身体完全从头到脚都放松了。好，再做第三个深呼吸。吐气的时候，你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现在放松你的头皮、额头、脸颊、下巴，整个头部都放松了。放松你的脖子，从外部到内部。放松你的肩膀、手臂、小手臂，一直到手指头的末端都放松了。放松你的胸部，从外部到内部，所有的器官、组织、细胞都放松了。放松你的腹部，从外部到内部。放松你的臀部、大腿、膝盖、小腿、脚踝、脚掌到脚趾头的末端都放松了。享受这个放松的感觉，无论你心里想到什么，他们都将帮助你进入到越来越放松的心灵层之中。现在我们即将进行开启通往正确行动之门的冥想。在待会请你跟着我的肯定句一起在心里默念。我以思想、文字及行动向所有人类散发善意。我知道向每一个人所散发的和平与善意将会成千倍地回到我身上。内在的力量会传达给我我所需要的知识。睿智的宇宙经由我完美的运作，他向我展示我所需要知道的事情。在我内在的力量知道答案，
我现在已经明白完美的答案。睿智的宇宙与无穷的智慧借由我而做决定，我的生命中只有正确行动与表达。每天晚上，我将自己放在宇宙的爱里面，安然的入睡。我知道宇宙在指引我。当黎明到来，我安静祥和。我向前迈步，迎接充满信念、信心、信任的新日子。感谢宇宙。我以思想、文字及行动向所有人类散发善意。我知道向每一个人所散发的和平与善意将会成千倍地回到我身上。内在的力量会传达给我我所需要的知识。睿智的宇宙经由我完美的运作，它向我展示我所需要知道的事情。在我内在的力量知道答案，我现在已经明白完美的答案。睿智的宇宙与无穷的智慧借由我而做决定，我的生命中只有正确行动与表达。每天晚上，我将自己放在宇宙的爱里面，安然的入睡。我知道宇宙在指引我。当黎明到来，我安静祥和。我向前迈步，迎接充满信念、信心、信任的新日子。感谢宇宙。我以思想、文字及行动向所有人类散发善意。我知道向每一个人所散发的和平与善意将会成千倍地回到我身上。内在的力量会传达给我我所需要的知识。睿智的宇宙经由我完美的运作，它向我展示我所需要知道的事情。在我内在的力量知道答案，我现在已经明白完美的答案。睿智的宇宙与无穷的智慧借由我而做决定，我的生命中只有正确行动与表达。每天晚上，我将自己放在宇宙的爱里面，安然的入睡。我知道宇宙在指引我。当黎明到来，我安静祥和。
我向前迈步，迎接充满信念、信心、信任的新日子。感谢宇宙。我以思想、文字及行动向所有人类散发善意。我知道向每一个人所散发的和平与善意将会成千倍地回到我身上。内在的力量会传达给我我所需要的知识。睿智的宇宙经由我完美的运作，它向我展示我所需要知道的事情。每天晚上，我将自己放在宇宙的爱里面，安然地入睡。我知道宇宙在指引我。当黎明到来，我安静祥和。我向前迈步，迎接充满信念、信心、信任的新日子。感谢宇宙。感谢你做这个练习。如果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节目，收到更多的内容。在我的粉丝团还有 IG 里面，也会不定期有自我成长、心灵成长的好文分享。你可以在下方找到并且 follow 我们。在 Podcast 里面也有更多的学习内容可以去探讨。如果你对进阶学习有兴趣，或想要有系统的学习冥想训练的内在，欢迎来到我的网站报名免费的内在锻炼线上课，一起学习哦。我们在线上课程中见，拜拜。